我哋好高兴，就国家体育总局系接受咗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嘅邀请啦，就将会安排今次喺东京奥运会里边嘅内地嘅健儿访港。访港嘅日期咧系12月3日到5日，啊，即系一共三日咧喺香港。咁今次訪港嘅內地嘅參加過東京奧運會嘅健兒咧，照我哋而家最新嘅資料咧，係大概有30人。咁佢哋係嚟自12個運動嘅大項嘅，咁其中包括世界知名嘅中國百米飛人蘇炳添先生，同埋乒乓球手馬龍先生。